一下发包来做成现在这样。这个地方有576平方公尺，576平方公尺。目前呢，我们有28位啊，这个志工呢在做这方面的经营。来看看，各位，我们分成两组啊。我们左边这一组就是这位我们礼堂李大哥，他当组长。这边一组啊，这边是另外一个李淑云李大姐在当组长，这是两组，由他们呢在经营在管理。那我呢是这个非县城的啊，所以要来我介绍怎么种菜，我实在我不会种啊，那他们才会种。看各位哈，要先参观啊，有事请教。我先介这边是我们那个罗维煌罗先生啊，他夫妻两个都有。从一开始就参与啊，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人呢，我们一共28位嘛，每一位啊大概有4格半这样，啊，我们这个方格啊是4格半啊，这3个啊2个人就等于是9格。那我们为什么叫爱心农场呢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，因为我们社区一开始就有做这个老人共餐的服务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。贡菜我们要求1/3是属于我们社区的，每一个人呢，自己种的啊，2/3你自己怎么经营没关系，但是有1/3一定要提供出来，而且很稳定的。我们礼拜2跟礼拜4两组啊，每天要有一组负责提供一定量的蔬菜，供这个社区老人贡菜，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。啊，经过了这个去年之后啊。我们才了解哦，原来全台北市我们这个是规模最好的，因为其他的有的限于场地啦，然后种种因素啊，其实这个东西啊要发展成这样子看起来很简单的，那个过程还是非常繁琐啊。那我们今天。